能够在此地与阁下重逢，实乃天意。在下与孤主公孙瓒恩情已尽，决定离开其麾下。可否再次将勇气借给赵云？昔日主君已反目成敌。 纷争不息，背后恐怕存在暗中煽动之人。公孙瓒不过，也是被这些丹药所蛊惑的其中一人。在下赵云，胸中已经有了新的志向。承蒙关照，后会有期。